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我们待会啊要上这个维赫国际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跨世代管理与领导的课程，这一位是我们的老师啊。OK， 我现在小声的说话，因为待会就要上课了，做个简单的记录。好，我们要上课啦，拜拜。